後二百位啊，成龍正同佔先兩個百位，一路騎咗出嚟，江河神箭咧可能威脅佢。第三最後一位印度大師打耐唔多，同埋起威上翻先要打江河，終於就往朝啊！成龍正24位翻嚟兩個百位，贏緊呢場賽事。咁啊，師傅頭就成龍正跑第二名江河神箭，第三名最後一步咧，起威同埋咧影下相就係大合金。